Hello， 我是 Dami 凯如，身高170公分，体重47公斤。平常呢是一名学生，在课后的时候喜欢回家看电影，还有煮饭，跟看一些文学类的书籍。这一次报名 QPlays 的原因呢，是因为从小到现在，我都对演戏有个非常大的热忱跟期待，还有向往。然后这一次在新闻上面看到 PewPlays， 就是由这些大导演为我们年轻有梦想的人开设这个课程，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接触，我觉得非常的感激跟兴奋还有期待。所以我在还没有开放报名的时候就一直关注着 PewPlays 的动态，然后我很希望我能够顺利的就是录取成功，能到 QPlays 当其中一名学员。那平常的我呢，就是也是一个很爱演戏的人，在生活里面呢就常跟朋友上演一些小剧场，然后我也是很活泼，然后很活泼跟很喜欢演戏的人。那我希望能够有机会能跟这些大导演，就是很厉害的大导演，充满经验的大导演学习演戏，然后还有一些生活里面的态度。那谢谢，这就是我的影片。